那个辅助其实保的蛮好的哦。哎，反杀来了，传奇逆转！哎，不行，那个鹰眼一直点。好 ，OK， 把这个进进出出战法，哇，每个都要来乱我眼。Protect ally turret。是不用这样子了。最好是连星爵打野都会想要来乱我野，明明纳摩一开始就是个不烂的角色啊，怎么这些人都不把我当一回事？ Protect ally turret。不行，这中路一定要来。Assemble. 我来了，我走了，杀不到，杀得到吗？杀得到吗？你，哎呀，他居然带这个哦！啊，他带驱散，好扯哦！啊，你怎么会带驱散？天哪，我都带驱散呢。可恶啊！怎么有辅助带驱散啊？Protect ally turret.我这样刷也是快还是慢？是不是有点慢？可惜啊，连续两个瞬移，我没有办法。还敢来啊？过来！来！Beautiful！ 哈！我的被动居然没有水堆，可恶！算错了，那我刚应该先丢一技了。我想有水堆就直接拉回来了。我的被动刚好在冷却啊。啊！滑出去给我看啊！专门来克你的啦！一定要这样打是不是 ？Hello， 过不去哈！啊，好可怜哦！啊，怎么那么可怜？一堆人瞬移撞墙。过来，贴着打，好像不用顺呢，我应该扛得住。无情越塔，直接就跳了。还是过不去。
hero has been defeated. An enemy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An enemy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你被我吓到开大招哎！哇，人家冷却好快，好爽啊！好了好了，我回家农一轮。这边熊肥了，星爵也不用玩了。熊只要经济是追上星爵，星爵完全不用玩。哎，不用想着要输出了啦，不可能的事情。太爽啦！鬼之刷野速度。想坏坏。哇，就这样死了吗 ？Hold on, I'll support you. No. 哎，我大招被断了。哇塞！他可以断我大招哎、欸！哇，下次不能在他面前跳大了！天哪，我变成说我人没过去，所以我大招失效了，这什么鬼？这到底什么鬼？好扯哦，太扯了，太扯了，前所未见哎、欸，我是第一次碰到哎、欸，我没想到一个辅助就这样断了我的大招哎、欸。走去哪、啊？ Assemble. 为什么冰人又死了？为什么冰人一直死啊？你怎么了？My soul.过来。没有人可以打到他，因为他刚好站在边边，站在塔的范围内。哦，打过一点，打过一点。那个辅助其实保得蛮好的哦。哎，反杀来了，传奇逆转！哎，不行，那个鹰眼一直点，哇 ！OK OK， 双方射手互点。那、啊、我们的辅助到底去哪里了？我们的辅助到底去哪里了？哇，我们上演绝世大逆转呢，结果整场找不到辅助是怎样？双方的辅助差异啊，对面辅助玩的比较好啊，我觉得他应该要赢的，说真的，对面的辅助很会去保住后排啊。啊，我们家的辅助刚在哪里？有人知道他的位置吗？太扯了吧，都打完了才出现呢。冰人哥，你至少出双鞋吧，一个中单玩到全场最穷，那也是很奇怪啊，连鞋子都买不起。好歹买双草鞋吧。你不管怎么样也需要鞋子啊！谁跟你说带身心飞就不用鞋子的？有人这么跟你说过吗？拼命的贴，拼命的贴！哇，撑不住啦，队友嘞！为什么？为什么队友永远都跟不上啊？买双鞋啊！买双！看这冰人为什么不穿鞋？辅助到底在干嘛？有人可以告诉那辅助到底在干嘛吗？我会开始扛不住他们的伤害哦。主要就是有队友在搞。哇！冰人又死了！完了！真的有人在搞。
Protect ally turret. 扛不住，扛不住，很痛，很痛。我每次都要搞到鹰眼肥这样子。My sword will cleave your soul.漂亮，可以。再来，再来。摔得好。这游戏只有三个人在玩的，你发现了吗？这游戏真的只有三个人在玩啊。GG。这是一个三人游戏耶，怎么会这样？中府的评分居然是史上最低的，这是一个三人游戏耶，难怪会有被逆转的感觉哦。不然其实前面都超级顺的，本来应该要形成一个碾压局的，怎么打到后来，哎，找不到辅助，然后冰人会迷路，还不穿鞋，我的天啊！然后打着打着不对耶，啊，怎么对面的射手跟那个打野开始打人这么痛，没有道理耶，果然事有蹊跷啊！哎，不应该，不应该。